西域牛仔牙尼，你是刚抽到的造型，不知道好不好用。哎、欸，对面有一只超可、超恐、超恐怖的角色、欸，哎，欧罗拉。什么？欧罗拉，他超痛的、欸，哎。哦，我们还没有，我还不知道欧罗拉技能是怎么样啊。他会，他是，他会疯狂隐身，他会射出三发，然后他会开一个领域，他会开一个圈圈，然后在里面滚动。对啊，你是走不出那个领域的，除非你交闪。哦，一定要交闪，一定要交闪，展现那一种，他会帮你挡，就有点像是卡米尔的大，只是更大而已。哦，然后他碰到边缘可以瞬移。啊？哦，领域打开的概念，对，他这样隐身一秒钟击杀会重置，阿 Q 就是丢一个小小的菜牙的羽毛在菜牙收回来，然后再抽，然后抽插回来。这边这个阵容，我玩 AD， 我玩物理伤害的话根本没屁用，这边好可怕哦。太强了，先用先 CD。啥？对面对炮粉怎样？我太郎早安呐、啊，阿阳，大凯早安呐、啊，大凯。这什么？我被标记会怎么样吗？标记什么？哦，欸、他的那个三款会收回去，会有伤害。哦，就是额外增伤的概念。对，他就是有点像翻。你直接早安那、啊、边早安。AP 反就对了。对。这边是什么奇怪的阵容？晚上好啊！哎呦！但我应该再点人，我就过去，然后点人他，然后再回来。早点用，早点结束。哈哈，好办事吧？哎、欸、，nice！ 不要害怕，给你们魔力。我没魔了，我没魔了。那我多喝酒。那个如果有炮车帮我赶快打掉，他会弱化我，那个弱化光环。弱化光环。你爸。我感觉人家来来回回，他们都很好。哎、欸，死掉了。对啊，牙林前期这样炮可超强，三月伤害很高又无盾。美丽安安，迷你安安。啊、哦，尴、哦、尬了，尴尬了啊，尴尬了，我死了。好了，我死了。两个三。迷你安安，安童爆炸了！哎呦哎、欸！啊，差一点。没有，他太硬了。安安。隐形闪现。啊，真是，好可惜。不溜等人。太摇摆了。哦、oh, shit， 我这 Q 不到。紧张哎！按错我嘞！啊！呼噜呼噜呼噜，烫烫呼噜呼噜，
超扯扯，感谢11个月订阅，扯扯。啊！欢迎早安啊，开口哎呀我的杯顶了，没有过去啊，哦真的好痛哦，新角色哎哈、啊对，就是这样。我的 Q 可以直接出来，可以啊，只要不要碰到边缘就可以出来。对啊，我看大觉砸下去是全部人都被关在里面的意思。可以进去、啊，出不来。只有一个，进去出不来。哎呦，哎呦。有咯，有哦有哦，我的妈！哇，你被那个汤汤咕噜直接被呼噜掉对啊，汤汤呼噜我的头，我的头呼噜，哎呦！不好意思，好痛哦，白痴角色。他是误穿流的、啊。低能误穿角色，痛的要死。我感觉刚才不要顶，好像可以直接把他炸回来，可恶。急啦！我会看这么久啦。不然就送头啊。哎、欸，这么狠！哎呦，很疯哎！哦，好英举！哇、哦！哎、欸，出不去，出不去的啊！干嘛？他不是顺，他是滑过去的，不算。在那撞那个边缘，超白痴的。哇，他要生气了！我刚才不敢点他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太好笑了。不会了，他不会生气吧？啊，人那么好，我们今天四个人，他四打一，一定输我们了。可能我已经把那个，我只开那个玉，就是那个什么同队的那个了。我没听到他跟我讲一些下去八话。要让他 走啊！啊，我被炸死了，好险我闪现没消出来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恶心呢、啊？
那我觉得是你玩的蛮恶心的。哦，糊了吗？哦，好痛啊！好大了。等两百块会太过分吗？两百块不会啊，你复活大概剩一百多吧。两百。哦，你要等三百块哦，嗯，也没关系啊，还等啊。感觉要来了。哎呦！哎呦！要死！有啊有啊！闪现之恐惧。嗯？他没有掉血就用那个哎，就用一耶，紧张了。你好恶心哦！你好痛哦！我感觉对面都被你融化，他们是坦。还是这是角色坏了，角色坏了吧？哎，死掉了！哎呀，完蛋了！啊，完蛋完了！没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安全安全。有有有，野海熊防护圈，野海熊防护圈。你好恶心哦！你好恶心哦！哇，被吃掉了，被吃掉了！哦，小风快跑！马雷早安！我已经躲他们很恐很久了，我被吃掉了。看来你是被遥遥惩治的。自然安，木心安安。要救这个乐护郎吗？嗯。不用要钓鱼啊，放茶先钓大鱼啊。有泡泡了，可恶！哦，被好像被电掉了，没有？电掉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他没看到、啊，好妖啊！怎么会回头啦？我要破泡泡。Oh my god！ 坦克超痛，早知道先出那个亚克修了。不是，那破狼怎么在里面补攻啊？我在里面躲得好好的，凤三小啊，一个人、欸，一个乱残血的，好来闹的呢，送那个血鬼下去。嗨，再见。好快乐哦！认识小猪，我才开始学会怎么骗人。认识小猪之后，才开始学会骗人。他今天传一个图片给我，说他到台中。我说哈，为什么在台中？
他说他迫不及待下来，我就说什么鬼啦，你为什么在台中，你来干嘛？他说没有啦，他去云林只是刚好路过台中拍个照给我。妈的，我说是谁在唬啊？认识小猪的第一天。回来，好抱歉，大错之了，我还是可以的。对不起，我要在这个塔这边布一下阵，我怕等一下有人从后面来。他马上出不来了呢。忙死了。没事，你在前面，我在后面。OK。就总来后面啊，送过来啊。他好像塔有点问题的感觉，传不出去。对，我刚想传。杀的！妈的！我直接先复你好不好？来啊来啊！我血超厚，你夹不死我。已经比你刚好复活。主播还有缺吗？缺一个啊！扯扯要来打是不是？来啦！就缺你了。就缺你了。哇！扯扯都不跟我打。这没有还记得吗？你要想还记得我们上次那个扯扯刚加进来那一局，然后我们就出现了一点小意外。意外？真的吗？对，就是那一天，那一天哦，就是哦，那一天哦，对，然后车车很尴尬，年我觉得很抱歉。早安，早安。哎，那天他在啊，真的假的？嗯，那天好像是车车，好像那个哎，好像是车车在啊，我记得啊，就竹子不在啊，我不在啊，骂鸡尬又。主播他刚刚说你不是他最，哦、我差点什么意思？我要他说他最开麦差点到关台，哎呀，美女啊。不是最喜欢的狗狗主播，我把他踢掉，不要他了。就这，拜拜，车车再见。怎么了？吸烟区战神到底是什么成就啊？我觉得很酷、欸。吸烟区战神，对啊。哦，就是上下路不是有一个凸出来的三个草丛吗？嗯。后面不是有多一个凹槽吗？对。那里啊。那边干嘛？就蹲在那边就可以了。打架。对，在那边打架就好了。要击杀一名英雄啊，就可以拿到。啊，太难了吧。啊。打下路就很长啊，那边很容易杀到人。哎、欸。故意不播 DC 声音吗？哎、欸，我忘了开，啊、不好意思。所以我是可以播出去的吗？啊，免费方案，安安感谢21个月。我刚想说，我不行啊，不能播啊，没有，要付费是不是？要，昨天关起来之后就忘记打开了。要付费？哎、欸，赛勒斯现在好像一个很强玩法，玩一下。来，我要玩很强玩法的拉姆斯，玩玩看。啊！好吧，没得玩了啊！我们这什么酷酷阵容？怎么硬邦邦的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样？啊！主播什么时候改名了？我改很久了，有一个礼拜了吧？才两个礼拜了吧？胡说！真的啊！云南人啊！他右移在这边很难用哎、欸，魔兽成全手比较好用。bling bang bang bling bang bang bling bang bang bong bling bang bang bling bang bang bling bang bang bong。车车昨天最后一个讯息是。9:07，给我一个表情，已读我。要这样了，要这样了，要这样了。他送了一个表情，我已经感觉到他已经对我无话可说了。他现在是无话可说啊。不是哦，那个后面要说什么哈、哦？我不知道，你要想办法、啊。你怎么会问我呢？不是你主动找我聊天的吗？差不多啊，差不多我们要个停损点啊。哦，你说要有点距离感，那个画面比较美，是不是？
下一次遇见才会有更多的话题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保留一点话题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哦。哦，小匡早安哦，小匡。我好像知道为什么它会显示那个差，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实力差距过大。我发现我们对面每个都是那个、欸、有排位，而且排位都因为我呀，因为我们每次我只要离开就不会有这个东西啦。所以你知道我每次跟有竹子在的场都是妖魔鬼怪、欸。所以其实我们也算是一种钻石的实力，对吧？差不多啊，因为我的影分是排在钻石，我应该是水钻啊。好爽哎、欸！我们是单中精英呢、欸，乱讲。我们这个拿去打单中杯，我会引发。要引发？要吧，要打一下吧。要哎、欸！觉得我蛮厉害的啊。底线小空，底线早安，这样吗？有没有一首歌叫《自信》啊？是谁给你自信的这样子？勇气吧，我不知道。勇气我知道有啊，自信有没有？不知道，来看一下。现在写一首好了，应该有，一定是我们不认识的歌手。应该是有，一定有啦。这种那个，这世界上奇奇怪怪的歌好多、哦。香菇鸡汤一定有的。他们一直帮我炸。哦，我这个炸！不是啊，你们救救我！什么事情都在后面了，我都不知道了吧？我不要听你们辩解。哎，我炸了，我炸了四个人呢，那个血都我炸的呢。这个好安详啊！这个在干嘛、啊？他怎么？这个怎么可以躺得这么安详？我蛋！哎，我扯单杀！有助攻就是抓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好，我帮你吞。他们死定了，我骂完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伊罗伊哦，伊罗伊是主 Q， 知道了。好久没玩了，我都忘记怎么玩。你不发现的？来，救救！有救有救！吐！这个感冒，这个感冒，冷静点，各位要多吃水果。炫口橘子，烫呼噜噜，橘子，烫呼噜噜噜噜。啊！你被发现啦！我帮你扭屁股。完了，这车掰了，掰了。那我只好偷个钱了。妈，你为你扭屁股，有看得出来我扭屁股吗？啊！哎呦，有要修了。啊！要死啦！换成，哎、哦欸，他感觉、哦、想干嘛？我有个干嘛？想不到吧，bitch！ 这个炮车我势在必得。哎呦，你这个演的好像嘞、欸，好猛哎、欸！我操！哇，大家以为人家是假的。把他的灵魂扯出来，你也是一种操作。嗯，你是不是都没有放那个出来叠啊，阿爸？有啊，啊，那个 CD 很久哎、欸。我现在叠30了呢。哦。我觉得我很棒哎、欸。好，对不起。五分钟一，我没玩嘛，不知道。五分钟一百层，我看一下现在差多少。喷，OK。哎，来吃这个吧，车。我的。龙兽五分钟一百层，超模。但这个很难敌呀、啊，办法。我是废物。胡说！我不许你胡说。哎、欸，有人偷点我的那个啦！哎、欸，怎么没喷这个？你怎么没喷这个？怎么没帮忙打？哦，要喷这个是不是？要喷啊！我只有一个 Q 啊！我只有一个 Q 啊！要一起喷是不是？要死掉他才会、okay. 才会叠啊，才会有叠层。我以为只要用一就好了、欸。我们或者是英雄站在里面，一秒给一层。我回来就你了，好不好？欸、对你拉出来的那个主音算不算、欸、算不算那个碟啊？不算吧。
哦，扯扯爆了！你去后面变小兵，然后开一波。他如果是死掉，不是被自己脱离的话，应该可以穿。我感受到扯扯说要抽了。有人交闪？有那个风女人。林克斯都杀到人，还要交闪现了。他感觉差伤害，他很怕，他很怕不会死。要组团，米利安安、克洛伊安。谁是谁？哦呦！呜！哇，我超筒子超级不痛的。小子打、哦，我要回家了，我没伤害了。好。啊。QA。他把我们打呢？我有好过，要过，要提前讲，要提前讲，对，要过要先，怎么可以先上车后补票？要助攻，那我拉呢？检讨一下，检讨一下，我检讨一下，我们一开始没助攻，士气就少一半了，真的。我们会心态很不好，对，我们就会说下一场了，下一场了，一把了，玩不了了。这么不偷钱，我们偷钱被迫一等，偷钱被迫也是下一把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我们不是心态超人，我们是心态废人。我想想，对，心态废人。你还敢回来呀、啊？哎，敢跑掉？哎，我太短了。胡说。是，时间还没到。哦，真的吗？后面会越来越长吗？会。我的 Q。哎呦，热无色哎。红豆安然。喷！你们想喝口这个啊？那如果我一用在那个灵魂上面会有叠层吗？所以我刚刚在问这个问题啊。不确定。还是再来试试看。来啊。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他上了，他有想法。哎、欸，我以为你要开大。哎、欸啊，你开大了。有啊，他有开啊，他有开。我努力，我不听到了，没准。哦，你开大了，我看到了。没助攻，不玩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只是示范。有吗？欸、有哎、欸，算哎，103了。算了、哦，真假还是你不能杀小兵？他只要在那个圈里面是那个灵魂是死掉，不是自动脱离的话就算了。可是我是用 Q 哎、欸、，Q 也算哎、欸。哦，那可哦，因为 Q 你只要打到英雄单位，就是一圈就是一层啊。有啊，我刚才叠超快的，那我真的是直接坐等小空。那你等小空拉嘴掉，来啊！哎，叠成，有呢有呢。我满了满了，有没有？好像很会叠哦。有，找到精髓了。哦，一罗一配这个龙兽的组合，看起来又是一个虚妹塔。没吐那个就好了。我等一下出去，可以了，好像
消失了。叠他，叠他，叠他。在，他不在，他不在，你不在，让我哎呦喂，让你哎呦喂，有吧有吧，你不要搞笑哈，他跑，你看到我，有有你跑来了。你，哎、欸，这边哎、欸，他已经丢了。哇，扯扯，好扯！哇，扯扯，好爽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死了，好爽啊！死了、欸，啊，终于他了，他被我消失。我是有面具的人。哦，太累。妈，你是跟不上我脚步的，傻逼，别溜。哦、喔，一直叠，一直叠，哇，爆炸！这次是需要那个穿透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也不用特别。A B M。哎呦！浪低，啊，好歪！对面图奇一直帮我的频道播广告。哎、欸，这个没连到、啊。我天降陨落了，陨落。哎、欸，菜刀好痛哦！哎、欸，我的步都被打出来了。哎、欸，这边这边。哎、欸，来来来！你又不讲，好单杀，太多人了，一个歪狗，可恶，没办法一心二用，来来来来，来进来拉进来啊，把他喷死了，拉进来叠，血厚叠最久啊，哈鲁斯应该能上了。来啊来啊，护抓！好恐怖！哦，半关血，太饿了！怎么个船长在旁边偷给他一枪啊？啊，急啦急啦，这个人怎样？完了，他好强，他怎么这么坦呐、啊？什么鬼、欸？主播真的好会三连，一键三连。
对面还没发现快乐蓝盾吧？确实。有喽，有好战喽！小猪，我们有蝎子耶，而且海泽皮的，海泽的。Oh no！ 哇哥 ，Oh no 是什么？哦，那 D I O 怎么念？哦，打，哦，罗迪又打，对，总攻击，好像是，我是迪奥，哦，迪奥吗？还是我是叫什么啊？好嘞，那个叫什么什么东西啊？迪奥，九九，一直想不出来九九到小什么，嗯哼完了还要出蓝盾了，我怕怕，开喷开喷开喷。快乐喽！哎、欸、嘿，哎、欸，他的血真的抓到快没了，还要紧张哎。前面小兵刚才看了我一眼，代表说这看里面有视野。他很疯哎、欸！他闪现吗？对，他闪现过来想干我们。哎、欸，没炸到他！妈的，送你一枪！哈哈 ！Q， 死了！叠成漂亮！叠小兵，叠小兵！我看看，叠小兵。感觉要大炮了，哦，躲不过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开过大。V E A， 我忘记名字了。为什么？太久没，太久没出现了。因为还不用开大，他们就输了。等一下，炼狱。天哪！我其实想安托的啊。真的很痛哎、欸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应该加那个大嘴跑速的。哇！有呢。哎，我应该先升那个士气高昂的啦。你们在我大嘴会加跑速，感觉跟不到。干嘛干嘛？他想找角度轰射你。没错没错。好像我屁股有点快。哦，有吸进来的。哎、欸，这个，干他。有点怕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后退了。好的好的，鬼不开心。等个八十块，我等个八十块。慢。太痛了，他死了。他死了、欸，再见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差一点，迪奥没了，车车。没车车，还有，还有。
哎，完了，我空了。哦、有哎、欸，有人很开心的跳了一下。我刚按了一次没反应，我才按第二次，按第二次的时候已经来不及。我是自食不包。对啊，快乐两人餐。跟我嚣张。哎、欸，嚣张哦！你准备吃我们家的触手吧。不是，不要，他自己跑进来，那边让我吃他的伤害真的。阿发完了，阿发，太快到 Q 啦，出事啦，追车。隔离早安。他们找到蓝盾制造了，但找到我根本就不打他了。发现治不了尼克，对啊，尼克太扯了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，拒绝与队友脱逃，拒绝与队友脱逃，检举一下吧，这感觉要检举，蛮适合检举的哎、欸，要嘞，要哎、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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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对吧，不对吧，不对吧，拒绝与队友沟通，都自己默默进进出出，对啊。哦，玄天卫士墨菲特，这造型好看吗？They are nothing before me. Yes, perfectly fine, right? Hey, me. Okay.这是更容跟上一把有个87%香，对啊，我总是一罗一 AP 船长，炫橘子啊，坦克巴德，斗士克雷德联盟，那扯扯是我唯一的 AD 了欸，扯扯吗？要起热死？我是唯一的 AD 了吗？我要出电刀是不是？有晕眩有环，在后面丢丢大狙，照照视野，可以开视野。E-O-E 要汉化完了没啊？还没。什么东西？一个好诶。Good day。哎、欸，真的有一个首歌叫《自信》欸，笑死！真的、哦，真的、啊。谁唱的？熊仔。好，我就说谁给你自信的。Welcome to the Howling Abyss。嗯，有那个哎、欸，小龙。哎、欸，我的企鹅在这边会不会露馅啊？我、嗯哦、跑掉了。哇灯来呀！我要出什么？哦，对不起，是我来迟了。没有，他这样啪啪两下，我就不见了。他出什么装？我看一下。要出很亏的。啊，第一件收集者啦。我在刀锋之跑哎、欸，主打一个爆发。你这个应该吃我的花没有用吧？有啊，我的护盾会加呢，你看。
你这谁给小嘎吃的啊？那给小嘎吃的啊？下马就没有了，因为下马之后你就没有小嘎了。我怎么记得他以前不行这样？可以啊，是我现在不行。小嘎也是的，安生鱼。那我觉得我家人完全不听医生的劝，医生说能尽量避免外出，狗狗外出就外出。就是如果他可以在家里，然后现在还是一样啊，他精神好的时候，他妈的一样，早上晚上都带他出去。你看，我靠！不听话。来了，我死了。这样子。哇！超痛的。他是刺客脚，把他当成刺客脚。什么东西？我的队友怎么融化了？我一下就没了。我的队友怎么变成？担心后面有三朵花。好，哦、我吃好了，把你不能再放了吗？也算一种花吗？哪一个？一眼开花，你啊，熟女一点，对啊，你是我们在场最 man 的熟女了，哎，一十几哦，我超壮，布萝莉，我这一拳下去你可能会死哦，夹到他。啊来了！那个可能会死了来了，尾诱他，比斯基揍他，比斯基，比斯基来了 ，AP AP AP 钢普 AP 钢普，我妈一口干嘛回五百血？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人？没了没了没了，没有好，再练，输了。复活好快哦！小静早安，三十分钟再回来啊！早安早安，还辛苦啦！怎样关了吗？这边还没还没还没，你说还没关台吗？我不知道是关什么，为你们隔壁卖橘子的来我们花店偷采花、啊。哎呀，我想要一朵花送好运姐啊！好运姐他妈，看这个缓速好烦啊！好，喝水啊！有妹子请我喝水，我先喝一口。先干回去。刀抓出去吗？我桶子开花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！哇，有盆栽耶！有盆栽。哇靠！不要吵，队长出去了，跟上跟上，干，冲的来了！哇，他打我好痛哦！啊、他脚闪，他脚闪了。啊！哎、欸、呀，哎嗨，不一样！哇，真的假的？全 AD 哦！哇，我舒服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定怎么样？不错不错，猛的猛的猛的，好没有心，好没有心意、啊。来来来来来，乱讲。AP 船长想用拳头揍我，什么意思？所以爱会消失对吗？痛拳痛拳，好痛哦！救命哦！尖刺碰碰拳，你绝对会死。我已经死了。干嘛？木星，你在嚣张什么？快救龟龟！龟不是没死，快一点！不小心露馅。我大姐还要50秒。
吃个边装，别急。嗯，那我在这只龟在吃花，算是一种龟壳花吗？注意一下它，在哪？它在哪？它在哪里？不知道。这里。它不是在这，就是在这。等一下，我讲了一个废话。啊，这里哦，这里。你帮他拍拍看。你好像快拍输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会赢。那我一直被定在原地摆车。啊，还好没有被喷塔。啊，谁谁喷塔？不会是这个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把喷塔的干掉了。他把喷塔干掉了。好水啊！他失去了喷塔的资格。不是吧？好痛哦！不，其实你的筒子没伤害耶。对啊，我筒子300点而已。哦，它是固定数值吗？就对啊，就165啊。哦，它是吃普攻啦。哦，是吃普攻。就是我对它造成多少伤害，打出去就是多少伤害啊。对，可以再多加那一点点，再多加165。你最痛的是你的大绝嘛？就跟那个好运节的那个枪林大绝一样。对、啊、对对。然后他们对我很不友善，看到我就想打我。你们要在我大学里面哦，要小心一点呢。你再轻一点。我一口回382。请问算是一种变相坦克吗？当然，没错。我好奇一口橘子应该可以回个1000多。我好缓啊！天啊！回来呀、啊！他们11个了，这两个了。好干嘛？500血。哇！干嘛？好惨哦！天哪！完了！哇操！你吃？哎、欸！把抓回来了。你们要开打吗？我有大喽。你不过来吗？我需要。你要当温泉战神吗？欸、没错。乌迪尔在哪里？分个小嘎。后面，后面。你知道配 W 小嘎才会比较快吗？从开枪是不是？可是我没有 W。
有人在我的大学里面泡澡。草丛里面还有一个，这里。哎呦，我来骗他出来。哎、欸，我伽马都吃下去了，没有回血。嘿嘿，好尴尬哦。我说一打二。哦，还来猪，还来小。哎呦，好啊，不给猪。没有啦，是啊，没有啦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我操！达姆立刻，你说我的伽马卡在喉咙里是不是？不玩了。哎，这边是。偷偷摸你就跑吧，哎、欸，你看啊，不给助攻没有？有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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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有，这次有吧，有吧，有吧。我没助攻、啊，他的血量都我消的，一定有吧，肯定有的吧。泡澡喽。你就不要走嘛，回来啦！不要走了，泡澡一下。怎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哎呦哎呦哎呦！小咖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小咖背叛你了。小咖坏，小咖老干啊！小咖坏，感谢心仪的追随。来了来了，哎哎。恐怖的，恐怖的，恐怖的！不用害怕，我就在等他过来。屁啦，真没中。我来出乌那个深渊面，深渊帮你降魔法。好哦。我没大呢，我十秒后才有大。哈哈，后面需要帮忙。你躲不掉了。砸死他们！真的，再一下，干飞走了。Oh, good man！ 哎呦，不过他很嚣张嘛，我要去扁他了。等等，二十秒。啊！敲伞！我姐要来了！秒杀！你也得死！再来一个！哎呀，爆炸了！不用啊，这个我打不动，我去冷静。没关系。欸，不到炮车，你就可以从那边开个洞，然后跑到这边来呢。要关人，你去待在这边干嘛啦？我以为要啊，我没有啊，开我人在这边，我他妈还跑过去跟你们开洞。欸，为什么我中前面又有一格了？怎么又有一小格？坏掉了。这里。能看得到吗？没有哎、欸！砸死你们这群！哎、欸，扩展啊 ！A P 船长，救命啊！好痛啊！来了来了！他两下有哎、欸，他们投降了！啊，没玩到游戏哎！哎、什么啦？我下一件想出那个啦，有头蛇啦。三件装而已，都还没玩到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我达成里程碑三，哈哈。海克斯枪刃哦，我有伤害吗？两万，好低哦。
啊、怎么晚上又十点了，又要明天了、啊？实况偷说别人坏话，乱讲。该奖励一首东哥了吧？扯扯刚才那个阿里的，该不会有人有买？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我有，没有、欸，没有啊，等人送啊，对啊，话里话外，哎呦，哎呦，抽不到，抽不到，妖精哎、欸，还是你给其他人看有没有抽到？好啊。啊，自己拿一下。他造型这么多哎、欸，这块吧，没有。这点到一定是拿到他的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哎、欸，啊，换你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哪那么容易啊？阿里造型太多了。那我玩这个了。好。哎、欸，玩哦，太空魔导。啊、我好害怕啊！啊，你是说落在你身上这个压力吗？对啊，我当 AD 都不会有。你说其实那个抽不到啊，你就全买造型，就会抽到最前面那一个啦。你就空那一格下来，就一定会中啊。只是你不能用到后面的，它不是有三个阶段吗？色二番不是有个造型有三个阶段吗？它是给你最前面那一个。阿比说睡觉。扎克这个造型好蜂蜜，这是喜丝。啊？糖醋好丑啊！干，我超喜欢这个造型的。不确定呢、欸。零花姬的崔斯塔那也看起来太幼女吧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哦，而且感觉是那种小猪会喜欢的，会 win 哦，傲娇，傲娇萝莉，害他，害啊！被警告，我知道危险哦。他很奇怪，他不是都喜欢这种很奇怪的萝莉吗？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而崔斯塔那年纪很大嘞。就是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啊？那约德人都是老长寿族，对，比较矮的长童颜长生族。My sight may be gone, finally, but my vision holds true. 我记得我第一次玩凯能的时候，那时候时光杖很强，然后我还是出了一个时光杖，完全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我就一直被骂。坏为什么每一位专家是起司？我身上都有玉米片的，肯定要吧，看起来蛮好吃的，应该是披萨吧，披萨吗？不是吧，我的背，我的背，感谢摸鱼在水的追水，我真的哦，你身上还有那个墨西哥酱哎，看起来好可口、哦。墨西哥辣椒吗？他会走位哦。好老、哦、HQ。嗯，阿奇尔尔嘞。
哎呦 ，Faker！ 哎呀！哎呦！美味起司酱，嗯，那黄色的啊，我知道美乃滋，你是美乃滋对不对？哎，怎么有人在里面？老鼠，吃吃吃。那我做，等下做。啊！没了，没有 TP 可以救你呢。哎，软泥怎么没有盾？啊，你不会有盾？软泥好像不会有哎，好可惜哦。软泥检讨一下，想帮你，没办法。对啊，然后连传送的单位都要给个小护盾之类的，跟神一样。主播缺缺吗？没缺，没缺。等一下，有可能有哦。我要偷偷去打一下 A K， 他愿意等待吗？你说谁愿意等待？说我也只是问问而已，没有要玩啊，哈哈。太过分了吧！哇哦 ，Jesus Christ！还好我开这鬼步呢，不然头就破了呢。他是魔攻的，小心。欸、真的、欸。得是说龙吗？对，小龙。等个钱。想说炮车让给你们，结果你们两个不死。我是看到那一坨鼻涕走过来，我真的怕。我跟不上，后面一大堆东西在缓速我，你们是怎么过去的？走路。我还在扛，我还在扛，我扛不住啦。哎呀，他鬼步数是怎么那么难丢？果然是。啊有呢，还想我死啊？没可能，老干喽！推推。哎呀，雷格尔玩世界，感谢你的追随。这样，你是要来这边问有没有缺是不是？等下。哎，我看你都没跟雷格尔玩世界玩过耶。以前有玩过吧？啊，怎么吵架了、哦？没有吧？你打内战吧，忘记了。哦。那你没有赢吗？内战胜率蛮高的、啊。哦。因为敌对吗？说我啦。哦。啊。嗯。哇、哦，他好会哦，他超强的，哈哈。我的胜率蛮高的啊。他们就是带三个虚弱，然后轮流走在我脸上放啊。好像要哎、欸。对啊，超摆烂的、啊，你是整场吃虚弱乱讲，我是带点人的那一个，就是他们三个轮流往前走，然后一人一个啊，轮流往身啊、哦，我听出来了，还是就是点燃虚弱这样子，然后轮流往身，哈米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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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死掉了，我自杀攻击。太多缓速，我快受不了了！我要清零之靴，要哎、欸，清一下，这样说不定跑超快。不行了，车车我没技能了。车车加油，他会咬你，他最喜欢吃酱料了。车车，
他的队友也来吃你了。妈妈，小空。算了。车车，你要死了！太远了吧？啊，可是撒谎、欸！啊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！救我！好可怕！要死了 ！What the fuck？ 啊！队友坏掉了，呼架了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你的多利多子，我踩掉了，他把他踩掉了，他踩过去了，我吃掉了。多利多子有三件事我必须得说，不准碰我妈，不能跟我妈太亲近，不能吃我的多利多子。我没有大哥，啊，你很嚣张啊！我在扛塔、啊，没有，因为扛塔的已经比你早死了。哦，扛塔死了是不是？就因为吃了多利多汁啊！舔到那一口多利多汁死了，那个多利多汁有毒，你看对面吃的都有死了。小红空，你刚刚也吃到多利多汁了，对不对？受到报应了，那个黄黄的就很奇怪。我要纳欧还是要幻影？纳欧，纳欧，纳欧，纳欧！哎呀，开了！都出！飞飞飞！不行，只能出一个，攻速太高了。不管，不管，算你攻速太多了，会也不需要我钱呢、啊。反正也不需要我，你只能出一个，你要出无尽啊，不然你拆不了塔呢。你要炸弹吃 AD 系数的、欸，完了，多利多兹，多利多兹，多利多兹！完了，所以都是没的，所以失败了。听起来怎么有点色？啊，被吃掉了。啊、OK， 特色被吃掉了啊！银犬，好妖！我好久没听到这个称号了，真的。我第一次听到、欸，哎，又学到新的名词了。他说永远记得是很久背影的冰鸟点爆、欸，哎。真的假的？多利多兹又送。哎呦，这个不能碰到那个魔宫的，好痛。狐狸妹妹要死！哎呦，狐狸妹妹，哎，你去死吧！怎么可能我死？很疯狂嘞！踹！哎呀！他闪现！所以说是你怎么敢的、啊？我以为我走得回来，他马动。不行，我们没有人出重创，打不了他、啊。好 ，OK， 我现在立马出，没问题。来了，遗忘宝珠。嗯，脑残角色。对，不凡家好了。看一下我这样差多少，110块，不等不等的。我要让他看看人类的恶意。人类的恶意，瑶瑶重创。重创！亲！我不亲了，你活着！哎呦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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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我们小芳从我们进去，在这边开始，要开始在点塔了。
我不要，我还想活啊！对啊，他有闪现。小控制放下。要恰吉娃娃哎、欸！恰吉娃娃怎样？恰吉娃娃。182块钱，一百可以等一下，躺一下，躺一下。不是你可以吗？有点难，帮你吗？啊、放给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啊！他进了，那我死定了，真的死定了。会，我反正死不了，死不了。啊、真的假的？他怎么那么痛？哇，给哇嘞！他不喜欢多利多姿。哦、oh, 谢、啊、他有腹肌斗篷。我们被摆到。我们现在，等一下，我们好多队友都不在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进来？他是不是顺序错了、啊？哪一个？那个。就是他刚才那样子拉进来，然后先推。我还以为他会把小空推出去，结果他是推。还是推那个老鼠在哪里？后面。这。老鼠。哎呦！哎、欸，这边要 AD 哦，他有负极走狂，我们 AD 打不死他。啊！来不及跳，往后跳。爱惜你耶，哎、欸，咬你一口。哇、哦，好狠哦！干什么？多利多姿，好吃。我这一中，那个是阿且没办法、啊。AP 伤害打不死他，两件魔防哎、欸，怎么打？我还直接买那个亡灵斗篷哎、欸，好像该针对别人了。哎、nice.。有一个快死了，然后赶快去死了。他太惨了，这个是什么啦？除了这个，完全拿他没有什么办法。海妖也没办法、啊，我出海妖，老毛，我出海妖个屁！真的好吃。
但他一直用冰山撞我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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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猛哦！他死了。变异。恐怖道具。哎，居然是被刷到哎！I shall not repeat that mistake.嗯，我们好像有点五五开的，但是那个特朗德真的只能交，因为这个太坦了，然后右手超，这两个都只能交给我啊，所以我都优先点他们两个，但是我很怕他，他攻击距离比我高太多了。没问题，我在盯小老鼠，但他都偷偷。不行啊，他们控场好多哦！哇，我直接被秒掉哎、欸！我们先手阿希尔打不死他，太棒了！那你们不要理他，你们以后阿希尔。这阿希尔超坦的、欸，超痛的、欸，不能不管他手超长的又超痛的，要先抓一整，先抓他，其他人抓不掉。哎、欸，无视他过去点了就戳三下就没血。哎、欸、，Go Go Go！ 打飞龙打。抱歉你打不死，我还有闪现，这就是那脑残坦克吗？他完全抽不动你们几个，好好棒哦！你们有好战吗？没，我要去。主播的声音的主播好大好喜欢，你去跟他说了，不要在舞台说了。他就是就纯坦哎、欸，太无脑了吧？那个阿奇尔吗？对，阿奇尔好无脑，啊，超痛的、哦。他是我。啊！我没大，我没大，我没大。Sorry。听到，听到，听到。哎呀！哇，可惜了。不行啊，好痛啊！
清到了。怎么清到他的？预判他。啊！会被环到个不行哎、欸。没事啊。我们现在应该是守。Oh shit！ 哇！没事耶。我刚来就没了。虎豹早安。Oh my god！ 真的好坦哦，一件凯尼克骑满者，我就没有伤害了。还是不要恶意啦，恶意卖掉会多少？七十秒。啊，我们清到图奇耶！为什么里面会有视野啊？啊，输了！对呀、啊，我们那个草丛有视野啊，不知道什么东西给视野了。图奇 A 死我们了。尽力局没事，没错。Gams 晚安，很有可能啊。什么？啊，给我们那个骑士软泥酱，给个态度冷静。他走的那么好，是我话太少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就随便给啊。那我先撤了。你要先撤了是不是？对啊，要就是把该把上面那个叫下来。上面谁？上面那个叫下来谁？小雨还是阿汪？哈哈，他谁啊？上面不见？哎、欸，靠背，他怎么不见了？拎你啊嘞！刚才上面是谁？谁？四个字吗？爱说谎的啊。啊哦，小猪啊、哦嗯，小猪今天不在云林吗？他刚刚在楼上出现啊！哦，我摇一下刚才那个想打的那个。好、oh. ，嘿，连续断了，没办法，前天台风停电， oh, 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没了。啊？How you use it? 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那个造型。好，阿、啊、怎么没撒破啊？头好痛啊！嗯，卡玛不是吗？哦，卡玛应该是输出吧。阿扯凯瑞我，是你凯瑞我吧？嗯，阿扯会凯瑞我们？放屁嘞！谢谢扯扯。做不到。肯定是竹子要凯瑞吧？乱讲，吴小空凯瑞吧？那肯定。好啊，还是你们。
头上怎么那么多装饰品呢、啊？阿成，你的追随889哎，我帮你退追一下，让你变888。真的是很感谢。那我也退一个叫887。要这样吗？要这样吗？887好听啊。对啊，888也不错啊。我盖伦啦。我是不是从昨天站到现在了？对啊。是啊，这样才看到尾巴，不然我要下去咯。坐下，坐下了。那里，谢谢玩雷哥的世界的追随，安安。还是安安，安安，安安。啊，完蛋了，我记了，符文死定了，我没了。可以的。怎么会？好妖啊！手刹被拿走了，输了。看一下，我跟你打的呢。有恐惧很烦欸，基本单杆，你好稳。Nice。我的六单中进化至上。看你玩什么啊？开台，我没有半夜开台，我在晚上开台。那次停电没了，乱说。大概九成都在进化吧，进化都很好用啊。凯莎缺点跑速啊。Oh my god！ 十二点多开台那一次，我玩什么 ？LO 吗？嗯 ，Nice。凯莎的第一代 KDA 手感比第二代好太多了，连被动打出去的动画都可以取消掉，那是肯定的。中途停电没有欸，我停电那次是八点多开的啊。我们玩那个吧，对啊，那是八点多开的，烫死你啊！对，我们就是玩那个。好哦，大家都很好。阿里的女巫集会零花系都不错啊。LO 有一个城市是可以修改自己的造型，全造型的那个修改器。
队友一个都不剩，被狗咬死了，死掉了，被狗啃烂了。哦，都是你，靠呗。里面有个，里面有个。哎呀！哇，里面是，怎么没有人放？有有，我的冷却啊，所以我才往前走，要卡他的位置的。我死了。啊、哦！天哪！我的蛋爆了，好痛！不，哎呀，复活节彩蛋鬼，你蛋爆了，很渣，哎呀，死你！想吃石头火锅、哦，小康。是啊，Oh my god！ 哦，恐惧真的很烦耶。哇，回好多血。坦克十国，哎，是抓鬼哦！十二点多开台，可是我那天开很久哎，我那天开六个小时还五个小时，大家都睡了，我还没睡。石头火锅，除了跟一般火锅比，除了丢石头，石头火锅没有丢石头啊！你吃的是什么火锅？你吃石头、哦你？你吃的是原住民的那个小木火锅吧？可能是把一颗滚烫的石头丢下去。对啊，是哪一组啊？阿美族啊？怎样？怎样？没不下去啊！你按你换键盘了没？换完啦、啊。那、啊、好、哦，下个月卡费要爆炸了。哦，你卖多少的、啊？3700。聊天室主播需要续命啊！聊天室。轰炸！哈喽！石头火锅是他的锅子。然后先把肉、炒蒜头啊，什么爆香过，再加汤下去。等一下，比一般的火锅还要香。哦，感谢一百小旗弟续命一百。那时候刚好台风天，我睡得很晚起。嗯，那就感谢彼岸，感谢彼岸，谢谢彼岸，哦，谢谢彼岸。
Oh my god! Sorry. 他怎么突然他冲过来了？有人吃到东西啊！你吃到东西？吃到了。道歉道歉，看记者会道歉。再给我一秒钟，我刚道歉，我刚道歉吧。记者会道歉，其他。看这么严重啊！哈哈。你还不能装单子在？这不用了。钱是不用了。靠腰。好痛！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尔鲁斯怪怪的，我帮你删掉，我救你，让你的面子 还可以留一点点。怪怪的哦。怪怪怪。没关系、啊。抱歉，最近，无尽凯撒真的那么难玩、啊？一完全升不了等、欸。哇，好吃吗？还不错啊。没有干掉他，我知道在做什么东西呀、啊嗯？我嘞！一块薯条，剩一点点啊！他在里面，他在小丛里面。艾伦好烦哦，真的讨厌这角色哎、欸！角色真的都不用脑，就进来转一转就死人了，然后又坦的，烦死了。角色到底什么小啊 ？Light 改一下好不好啊？蒂玛西亚垃圾呢？甚至没有任何防装，就一个血量，然后超级痛的、欸，然后又超惨的，看不懂。完了哦！好皮哦！没有，我觉得蒂玛西亚这个国家应该毁灭啊，他不应该存在这世界上。
哦，好痛！到现在想塞一场速速太好玩了，没有前排呀、啊。等一下哦。啊，那天会开台也是个意外，反正是私下在玩恐鬼，然后玩着玩着突然说啊，不然还是来开台，我说哈、啊、要开可以啊，啊于是就一个大半夜的开台，没有那天我本来在睡觉，我睡到十点，要不睡哎、欸、我今天八点睡到十二点，然后就是十二点才早就在玩恐鬼。然后玩个哎、欸、半小时吧，就突然说要开台就开了，这样就这样子。好像是呢。嗯，是什么？今天是动漫歌曲。要吧，喝什么野格？喝什么野格？那阿怎么会知道？喝野格？阿怎么会知道？哇 ，Sona 连续观看96次断掉四，我就不看这个人的台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刚补谁啊？不要，我已经玩三把了。Q A 秒了，烂掉死。我不要新钢之身，新钢之身嫌弃这个，我要西域牛仔抓个水，抽到的啊，西域抽到的、啊、新钢之声、哦、你的字间很多错误哦。但你把我水打翻在地板上。嗯，好，你是装野格啊、哦？装水啊？哦，野格啊、哦。那、啊、等一下出去给你拒绝沟通怎么办、啊？是哦，要这样哦。谁？不是我吧？不可能吧？我还记得球你怎么玩吧？给盾 ，QW，QW OK。我死掉了。你们好喜欢喝酒哦！天哪！我知道左上就已经很弱，为什么在单中可以消成这样？我真的不懂。知道哎、欸，可是索纳的 W 被增强了、啊，他
还有被增强一点点。他在 N 区都不强了，妈还这边还要那个，他都已经是撒破承受伤害，还要110。因为他是灵气的部分啊，专家有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平衡灵气的部分，就是那种一件装备范围给队友争议的东西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平衡。奥尼基安安，安尼基。有人是不是想闪现来扁我啊？哎呀！为什么我死掉了？把后面全收了。他的灵气也还好吧？他灵气没有特别强。是因他们说他们不会平衡那个东西啊。以前不是有什么军团圣盾吗？给附近周围什么什么几趴的物理防御30%。那跟索纳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他们都是他的技能全部都是灵气部分的、啊，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平衡这种东西。然后那种李信在丹东就已经很强，然后在这边还被增强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你应该看好我。诶、欸，我还没死哦！补包！哦、包你吃了我就会看到了。要我吃到、哦？抱歉。这么远哦！哦，那个指定控场真的很低呢，回不来。然后先出水晶血。怪勇，我真的觉得泳池狂欢这造型真的很白痴哎、欸！我那天玩好运就是被往这个造型坑到啊。嗯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忘记了。嗯，很看不见那颗球。我被定了4.74秒。艾克再开一次大，没大了。怎么会？你是艾克哎、欸？你胸口那个时间暂停器转一下就有了。动画不是它可以转吗？玩坏了。这很不明显呢。真是看不出来，太难了。真的啊，太脑瘫。我要为了这个买泳池狂欢哦。二重技不好看怎么办？哪会不好看啊？我觉得很好看欸，我很喜欢二重技欸，有钢琴，有好看的衣服，披风，怎么会不好看？是你太讲究了。哦，哦，好烦哦！对，空空，我要腿要出水晶鞋了，受不了。军中大衣披风，对不起，
那个就是那个啊，毕业礼的东西吧？没注意这次毕业礼是什么？我叠个风，我叠个风。少一个人了，老者。他盾超多的，真的我被加强啊？没有啊，也就这样而已啊。太大了，太恐怖了。Oh my god！ 哎呦！那的盾太少，你的盾太多，你是盾太厚啊！你开出去，啊！还有特展呢？我没有封，我没有封。夜离啊，那就是那个啊，那就是啊，那一定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你再仔细看。真耐，风有个痛的。
其他记得啊，你拍给我看好不好？你这样讲我头好痛哎、欸！我记得我看到啊。对哦，你都说看过，应该没得看。哎，我先开的大。还是被带走了，他们后面超级痛的、欸。要出吸血吗？这个是之前的了哎、欸，不是二二八年啊！我操，是那一件，白痴哦、喔，原来是同一件。讲不是之前的吗？也不像啊。哎呦！哎呀，还好电刀。小盾弓吗？弄好了。这个还能拿到吗？到底哪一个啦？你是问哪一个啦？毕业礼拿不到，先祖换的可以拿到。哦，夹子夹子。有的盾弓都挡到了，哎、欸，好像还挡不到。Oh my god！只能出千变万化甲克修了，不然活不下来。
我嘞。啊靠呀！他俩爆炸了你。打那个谁啊？赛斯不太会痛哎。到底怎么敢这样丢在我脸上的啊？哇，真的假的？走进去。快吃我的灵气打塔。快，没赢过，没赢过。哈，哇，我们一路从一塔拆进去。他们在送啊，他们两个复活，三个又死了，三个死了，两个又复活了。还敢皮耶、欸、真的嚣张。飞到我眼前是怎样？这个死猫的，这是这一件吗？哦，还是有伤害呢。看看我光有没有这一件。因为常用的披风就那几件，我真的没什么印象。瞧瞧。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吉林。Nothing can hold me back. 我好像我怎么没有那一件披风？嗯？哦，找到了啦！这个是表演技的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这深渊技的。这个会这已经在复刻那个名单内了。料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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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在吗？深渊技的，死都不复刻。哎、欸，不对。他复刻过了，来玩给小刘阿公了。在哪边看那个名单？没有，因为深渊记是当时
当时我带的那个人他来玩的时候就复刻了，所以他已经复刻一年多了。怎么看名单呢？是用推算的，就是那个季节后就是要等一年半那个季节才会复刻，所以大概要等这个季节要复刻的话就是要等五个季节，就推算了。QQW， 没错。那就是说，没就有啊有啊，他就是在复刻名单内了啊。现在复刻一大堆，现在复刻不完，一些还没复刻过的都不复刻，现在一直都复刻以前复刻过的啊。你听得懂吗？他已经是复刻名单内的了，他已经在里面的，还没排队而已。你只要有玩都有机会。来屌勾一个，屌勾，对，钓鱼。屌哥，不抢草啊，屌哥！啊，等一下，输了，完了，这只老鼠已经死两次了，被活下来了。会唱歌呀，好吵！纸箱战士，纸箱帮布，纸箱帮布。开玩笑，没助攻。好，我们两个挂机。靠腰嘞！都已经准备好要拍下去，你们也太痛了吧！再屌勾一个，只要18秒一次。因为你勾过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快死了。对，我会这样。你的拳头太厉害了。对，太猛了。没助攻，还敢来啊！好啦，没事啦。你哦，怀念那个电刀可以触发暴击的时代哦。别有。哎呦哎啊，这个助攻还行。电刀可以暴击。哇，那很久以前了呢。把他撞回来。很久啦 ，S 级啊。那个时候船长都还没改版呢，船长还是按 E 一下，然后 Q 一下的被动还是缓速呢。那全体加 buff 了。对啊，全体加 buff。那时候那还不是筒子船长，那时候那个上路一等船长，超猛的。我还是觉得你不是上路那个回家。我在想，要不要出电刀啊？是谁？你是谁？不知道，看你吧。我是觉得没有很好啦。
现在电刀是不是没有暴击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对啊，他不要了，不行。第一神拳，加油！第一神拳，哇，他直接一个鬼是空大哎、欸。有人带走炸弹过来找你们了。这小小冰冻的吹土也应该稳定好了。他没魔，他没魔，他超烂的。加油，你给送一个这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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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兴奋啦！不烟安稳就好。没关麦克风，靠腰的，我现在看到。好像被烫死了。好。哦，烫烫，烫烫，呼噜呼噜。211哦，感觉超烂的，我不喜欢用它。哎呦，那小兵去踩、欸，好猛哦！小兵去直气。帮你拍拍手。没魔了。
哎呦，电招电死人了。打风干的。欢迎安安。表哥。What the fuck？我与安安能上好。阿公的血又回到半管了。这个是国服的吧？这不是国际服的呢。爸，我们最后一次复刻的是预言记的东西，不是预言记，魔法记的东西呢，哥。你没有接到，哇，没有怎样？你还记得那个吗？是一个戴巫师头、巫师帽子的，然后吓人动作的。那你给我这整个抬头哎、欸，拿来总裁的头。对啊，因为他要写"总裁头"三个字，而且是方舟的东西，怎么会是在圣岛？走了，他走了。好。嗯。快过来点。打死你。是要干嘛？你贴这个只是复刻的表，不是复刻的。哦不，我没大了。你去那个黑泽的那个 FB 找，一定有那个，只是要从他没有没及时整理，他是一阵子一阵子整理说总共复刻了哪些，你去看那个表。就是他大概会两三个月整理一次。我们不用我就打完了这场上战斗，好厉害啊！快等你，有啊，没你不行了。没有不痛了，还好有难度，我觉得不痛了，打不了他、啊。高命很硬欸，那确实欸。啊！还是被推到了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它是一个表，我不是说一个表吗？
一个图，一个照片，他整理说总共有什么什么季节复刻了几次。你再仔细找，你是从相簿找，不要从那个。哇！我好恐惧，我好恐惧，我好恐惧，我好恐惧啊！是这个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导我去帮你看。你只有看到这个，对，因为我就说过两三个月整理一次的东西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这个人很喜欢躲草丛，哎，烦死了！你至少滑也先滑个一两个月之后再贴给我吧。这是这个月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会叫你找不到？差点就不见了。对啊，差两下就没了。好输。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好像是三月的时候吧。他会说全部的季节总共复刻了几次，有中文加英文版本的，你再看看。前天没跟到，嗯，没事。前天停电，要跟的人很多都跟不到。我还没升等呢。下嘴开歪了。
办法。哎呀，有。哎呦。啊！一四八零。对。Oh shit！ 冰淇淋，小心！结束。啊！已经爆炸啦！阿公跑错地方了，阿公老人痴呆了啦。这首歌好吵啊，关切歌。嗯，阿公没有看护，阿公看护已经跑了。阿公他说阿公付给。没有付他钱。你先修修好，伯伯。我已经修好了，谢谢。你要修，伯伯。干温的心。伯伯。伯伯。伯伯，看那个复古双排，我们剩这些人了。问一下奶啊，奶绿吗？双排吗？我还晒 A 配了，再想一下哦。对，就这个啦。哦，我还在找。对不对，他是不是？你看那照片，是不是时间很久？他真的是时隔很久才会整理一次。所以就是这个。我看一下。哦、你的那个三人成型，你的是深渊记的第一个先祖，那个风衣还没复刻，已经在复刻名单，还没复刻。二月十七号，对啊，你看那时候二月早就到深渊记了，结果只复刻两次就没复刻，就都复刻旧的东西。可是有得等啊，因为现在已经排到了，都已经到表演季了。欸，不对哦，表演。早安。早安。搞不好已经欧罗拉季了。嗨。然后我们昨天玩二 v 八，玩到后面很白痴呢。有人智障。对啊。Nothing can hold me back。等一下，傻哭，你怎么关台了？ Oh、my God, 傻哭。AD 呢？
傻哭，你怎么关台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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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。Oh my god！ 太多了，不是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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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可以一个一个来啊！这你的，这你的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。我有机会。妈的，要么就是都不给，要么就是一坨来，妈的！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四保一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没关台，哎呀，被揪走了。有人可以逛虾皮了、欸，谁啊？猫？谁？还是我也逛一下虾皮？我感觉我可以、欸。牛可以吗？牛可以逛虾皮吗？可以啊，我们牛一打五、啊。哦，逛虾皮要负责帮我们清空我们的所有人的购物车。哇，那我可能没有钱哎、欸。来看看也要钱，好恐怖哦。难怪我Steam的游戏这么多，看着看着我就买下去了。啊、他们好痛！我们只有我一个输出啊！对耶！你有猫咪啊？那我就去找另外一只。一人一只吗？不是情况。好文杰，爱情出来。减伤10%呢？真假的？哦，没有哎、欸，我的他可能增伤200%。哎、欸，杰利的增伤全部被拔掉了、欸，剩一个人。发现杰利太强了，拔光光了。是猪吗？怎么不？哎，出去就不能动了，我能干嘛？那个指定控场出不来的，对啊，就是雷子。我还能做什么？太慢了。哇操！哇操！加一次补啊！下来吃补，下来吃补。
不吃补哦。嗯？里面有个。破盾者应该也要把这个盾打破啊！对啊，有道理吧？简单。哇！开不出大劫。有、哦。CC 券打得很好哦。有风，有风，有风，有风啊！怕怕，呼噜呼噜。很小。哇！你在这个冰里面还给我加速。应该是我吗？对啊，你都是一百多点。啊 ，EDG 猫猫好可爱哦。我打布朗姆只有六滴。哦，我的帝王命令削弱，真的是好痛苦。他你就直接滚上去开大了，雷霆万钧开店。雷之超负荷丢我哎、欸！啊！啊！你那被卡开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啊？嗯。果然嘛，把招骗一骗就好了，完美。我来了。哎，没人伤亡，零换零换五，你看，我发动了死后发动的技能，在我死后发动技能到一个水牢，到一个水牢，然后死亡时多一个泡泡吗？对啊。滑这个布朗姆盾有点夸张了哦。
盾没了、欸，帮忙。哎呀！开都开不出来。来哟、哦！电刀局呢？我就好奇雷兹为什么要一直打纳米。他可能先找一个最简单杀掉的人杀吧。哇，没办法了。AD 还会吃魔法的系数吗？魔法的系数吗？杰利没有、啊，有一招是吃 25% 魔法，但很低，基本上没有。那我这样就不用特别出流水了。上啊，牛牛！杰利的电刀怎么那么响？刚碰一个金大声，碰一个金大声呢？杰利现在很猛哎、欸。哦，你们还记得杰利的时候刚出的时候，他的被动是可以偷对面的护盾的吗？哎，我都忘记了、欸。哇，这个大完美！哇，这才是不需要我吧？ Wow. 要我干嘛？要我大绝，要我来击掌而已吗？你是我们的如虎添翼的那个翼耶！被车到破头了呢。一个 R 就赢了，对啊，他一个 R 就赢，我甚至没开大，我没有大绝，我大绝也没开耶，应该还在，他们两个被电刀电死了，好脑瘫哦，电刀，哎、欸，哇，胜利的画面没有你，有、啊、有我的，你躺在地板上而已，有我的躺，有我的尸体，我睡着了，对啊。变得太累了，睡一下。嗯，等一下，我 low 卡住。好的，破游戏。你就是这样骂他，他才不开心。是这样吗？看杰利跟凯尔 SS SS Double S， 对面外面应该没下雨吧？没有，叫个外送。台东有。哎，台中没有大雨，差点送到我的公司去，白痴送了。哎、欸，这可以咬我啊？肚脐二有开哎、欸，是什么奇音梗吗？对啊，可是他最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铁板面。啊，有看到铁板面。啊、我跟杰洛去看十四音啊，说没有，说你喜欢看电影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再一次，你好电哦。阿、啊、旺，我有没有去看那个《十四金刚》？
石狮金刚，哦，石狮金刚狼啊，然后呢？喂，地速水准差距较大，没有，说他没有，搞我没有找足球，说没有，他不想跟我拍，他说嘛就问嘛，他自己说他不喜欢去电影院，说好吧，那就没办法。啊，是我吗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你三百年前就说你不喜欢去电影院。哦啊，你可以找我看啊，我会跟你去啊。他不喜欢一个人，没有你的电影院，没有你的电影院都不叫电影院了。对，关键什么叫电影院吗？那这叫做孤单的冷气房。哦，你为什么？是我很电子音吗？还是你们怎样？我很电吗？他哦，我听大都是正常的啊。可是你讲出来好电哦，因为我是机器人。嗯。天哪！哦，没有，好像是我的问题。有吧？喂喂喂喂 ！Shit！哦，改个那个伺服器，等我一下。现在在香港。哎，香港什么时候比日本还低了啊？喂？喂 ？OK。吃宵夜，吃宵夜。嗯，庆忌 is good， 这绝对是棉脚。这 AD 阵容是三小啦，上一把什么都没有，这是什么都有。他来的都是那种需要发育的超烂的 AD。好，王刺客。庆忌 is good， 竟然没有人要玩他，他这么强。要发育哦，我这边没什么太多发育角色了，一坨哎、欸，叉雅三那进维嘉，这个雷欧娜，没关系，可以左手指月，左手指月，有、哦、要哦，要左手指月哦，聊天室，我们请一下萨迪顶顶，停一下，嗯。还是我请周深，周深也有唱呢。是为什么你会邀我好友啊？北夫，不认识你是谁？我这场结束休息。你要休？我不是说我最近作息很正常吗？真假？我超好笑的，一个台风把我的日夜颠倒，突然打成正常作息。太棒了。对啊，我昨天八点就睡了。三笑。老人，然后前天是十点，妈，那前天就是跟你们打那个啊，打完之后就去睡了、啊。哦，对啊，本上风太吵，哎、欸，我家风超大超吵的，反而睡得很死。屋顶都快被掀起来了。嗯。哎呦。白痴，我以为是机器人，刚刚还想 Q， 我手 Q 月亮。刚我刚才 W 闪靠腰。哇！
出来换还是要还的啦。对不起。Nice。Oh my god！ 我没死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刘娜现在在下路是 OP 角呢，前期没有人打赢他呢。你说 W 一开 ，W 一开跟低能儿一样，哎。冷静点，我还没点完我的宵夜。靠腰，靠腰，靠腰！反打，反打！左后紫月反打，反打！真的，是拍在吸我，还吸我阳寿。左后紫月，知道了，知道了 ，Q 下 ，Q 下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紫月，紫月的血又回来了。哦，我的血没了。越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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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刚刚在犹豫要不要帮你闪。不要不要不要！愿随你。的模样，有人在里面。对，越玩的越。哇，龙在后面吐空气，好笑啊！也好哎、欸，对面全 AP 耶、欸，我会很快乐哎、欸。真假全 AP 啊，对啊，欸、真的哎、欸，越越越越，有了越，我还可以活，我还可以活，越来了越来了，越越神越、欸，我升错，我升错了，我升错了，我升到哪去了？OK， 继续点宵夜，你可以有三次点宵夜的扣打，你进来按个 R， 你进来按个 R。我想吃炒泡面哦、喔，吃一份好了，没吃过，不知道他们炒泡面好不好吃。哎，他要闪，他要闪，完了！我忘记有机器人的存在了。他现在居然没有，他没有提供鲜奶茶、哦。你是不是被尿死啊？对，我一直等他先尿了才能开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没看到。哇，那个灵魂我捡不到、啊。没。天落下了一万年的雪。First light approaches. 哈哈 ，fuck you, man！ 哦，左手紫月，我在旁边给个压力。屁啦！我以为我在里面隐形，为什么要偷我的大、啊？大又不强，偏助攻。布里斯造型怎么那么丑啊？那经典造型对吧？经典造型多的那个以色彩 ，A 四也有一个、啊，买黄色的超丑的。我要等三二一刷。他现在有 Q 了，哎、欸，
露个头。哇，我超痛的欸。可是你们都太痛了，我根本跟不上。这给你啊！我偷紫月进去了，我只是想要点两下拿个灵魂而已，但是我根本来不及点两下。你别被秒掉了。怎么这样有拿到吗？有有有，两下加一个灵魂。留下留下，还有一发还有一发。妈搞东西想射我、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来了，我手指月来了。哇！哇哦，他好痛哦。阿姨二差点被杀掉欸。欸，这个龙他妈不到十分钟快200层了，完蛋，这样应该会很恐怖。欧盟没皮耶，对面我已经73层了，要掉了。有月有，他的第一眼，好痛哦！日轮圣芒，你被送回家了。你被你那种紫外线打死了，哇！我外星生物，我惧怕紫外线，紫外线攻击。It's not bad.
他有点抗 UV。哇哦，还活着耶！月神月，啊！孤独的恐惧，孤独的恐惧，恐惧哇！据来自朋友不足，哈哈哈！还好我出奇魔剑呢，不然我刚应该是死了。那个吃血没死，运气真的很好。莫虎安啊，你改名字啊 ？Hello Hello， 孤独的恐惧，干哇，被拆掉，好萌，好萌。什么东西？模仿。哎，就是要贴他、啊。魔，魔魔，魔魔。哦，月，月想法月有想等队友来。Oh my god！ 奇摩今天就有一条命哎，哎，耶，110寸，好好哦。以后不会再玩禅娜了，我玩这角色是在浪费他的才能。第三个死我是不是？哇塞！第三个死我是不是？哇塞！躲死不了啊！我找到什么东西？我找到那个是让恐龙灭绝的东西。要我？他干嘛？让恐龙灭绝的东西。好哎、欸，还好对面都 AP， 快乐呀，快乐一场。哎、欸，打一脚。出两件装我就满爆了，太舒服了吧？坦克要拿 S 很难欸。对啊，最常拿 S 就只有拉姆斯而已，因为又坦又痛又有伤害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本来就是想要出拉姆斯深渊面那个嘛，反甲深渊面具加那个九头蛇。九头蛇不是你知道九头蛇 AD 打下去，他身边会那个吗？有九头蛇那个真假都有扩散哦。对啊。然后深渊面具是因为那个嘛，降那个模仿啊，那个反甲又是魔法伤害哦。对，我是想动的吗？我很想试试看，哎，刚刚没玩到啊。好啦，我的三大灵魂都不见了，有啦，呼啸空剪光了啦。你找人，拜拜拜拜。OK， 拜拜。好。
还没要关，还没要关。我先问一下，我先问一下我们的乘客要不要上车？小子安安还没有啦，还没有要关啦，就是，对啦，因为最近刚刚不是有讲吗？最近作息其实很正常。正常到我都觉得奇怪，怎么之前日夜颠倒嘛，都是大概有时候十一点、十点、十点、十一点睡，啊，有时候又是撑到大概跑完图嘛，五六点睡，啊，怎么就是一个台风，一个停电，就作息直接正常，就好像被打到一样，就是被打到一样。怎么让手机版的图动起来？怎么用？不是正常点贴图就好了吗？我昨天居然十点半就睡着了，哎，差不多啊。我昨天八点睡。然后十点，因为那个马卡比收闹钟叫醒我了，然后刚好露诺也敲我，讲哎，刚起床了，精神还 OK。可是跑着跑着跑着，快一个小时，就说哎呀不行了，我好像突然关电了。哎 ，Shadow 这一件对不对？这件嘛对不对？啊，刚刚就在我们刚刚就在聊这一件啊，聊这件衣服，说这件很帅，我说这个是什么炮手，一个这个，因为我就想说，嗯，深渊的深渊的深渊的，那再就是表演季了啊，表演季现在其实已经到欧若拉季了啊，都还不复刻，不知道干嘛。驾到没看荧幕黑，还以为关台了。啊？你在等什么东西？你是想挂那个吗？三万点的那个东西吗？嗯，我问一下哦，还是你睡着了？哎，我今天弹着手的时候，我有五次看，你要不要换？白痴啊，那个也不是很精致啊，换它干嘛？我在弹这个，然后有人听不出来，我觉得我弹很像了，但他听不出来。这个，我想说，你突然跟我讲说啊，我要挂点数。OK， 快好了，啊，都跑掉了。
好累哦，好耳熟啊！这个就是这么可爱，很抱歉啊。我每次都弹周杰伦，然后林俊杰的歌。这么可爱，真的很抱歉。对。闹钟，闹到哪了？他这个谱我觉得会有多一个音，可是我试过一起弹跟分开弹，但有没有用？欸，他不在。好啦，阿克洛伊你差多久啊？你差多久？300，哼，那只能跟你说下次了。欸，有没有在？我很担心有人在这之中有换啊，我没有看到。完蛋了！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大家继续看啦。欸，哇！滴滴棺材，冷笑什么？没有啊，跟你说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啊，下次见的话，你就会再来挂。欸，那我讲一下哦，挂，你要给我那个，你要给我要画的图是什么？你可以丢你的人设啊，或是一些你想要画的动漫啊，对，这样。啊，你看过呆鱼那张图吗？有没看过的话，可以跟利恩拿，或跟呆鱼拿。可是我可是乖乖在挂台，我才挂什么台？好啦，就这样子啦。好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